所罗门武换 GP02A 原本咧系应该砌咗后边嗰啲先，不过距离咗，一定要打尖啦。2024年6月7号，又系在下田空，有做冇人睇嘅穷卵模型记录。今次整呢一个 GB02A 咧，花咗我好多时间。咁我自己咧，本身砌模型咧都叫做唔算太慢手脚啦。咁但系啊，可能佢嗰啲部件咧太过细碎啦。即系总之。我只是砌骨架呢都已经是砌成，我想都有8-9个钟只是砌骨架，跟住再做整埋那些外装甲呢，哇，我想都即有16-17个钟只是砌它而已。但是呢砌出来很满意，即这些时间呢是值得花的。不枉我叫朋友托佢幫我即係塗落嚟啦，因為我自己本身都經常講係唔會話好習慣網購呢一個生態行為嘅。咁啊，最大嘅問題咧，原來佢嗰個電咧真係好難揾嘅。我要去到鴨寮街啦，嗰啲賣電嘅檔口先至揾得到，其他香港九龍都好難揾得到。咁但系咧，到我買咗嘅時候咧，啊，嗰啲電咧，唔知係唔係少人用咧？咁佢入貨咧，擺咗一段時間啊，賣俾我應該係咁啦。我用咗唔知分零兩分鐘到啦嚇，即係睇嗰段之前片頭嘅影片咧，喐咗一喐之後咧，我發覺佢冇乜電，咁啊又再。掹嚿電出嚟睇咧，啊嚿電原來有少少發毛啦，已經。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樣啦，咁仲要即係呢啲電都賣得幾貴，又難買又貴咧。其實即係我都唔明點解要專登揀呢啲咁嘅選擇啦嚇，呢間廠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佢能夠有呢一個噱頭啦嚇，可以。令到佢可以轉同埋著燈，又可以兩個合埋變色。咁但係我做唔到啦，因為嗰嚿電根本都支持唔到我做埋第二個。咁啊，變相咧就得個片頭嗰一半嘅視頻可以睇到佢係著燈同埋摩打轉嘅。跟住咧其實開盒去睇佢嗰個膠料咧，嗱講真的，真係麻麻地嘅。即係佢唔係啲咩靚膠料啦，尤其是灰色呢一啲咧，俾我個感覺其實係好渣嘅膠料。我唔知係佢個帽
做得不好啊，定係佢啲膠料真係渣？佢俾我感覺有某啲地方都唔係好平滑嘅。反之咧，外裝甲嘅膠料咧還可以啦，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呢一隻淺藍色嘅位置嗰啲，即係點講啊？佢好似污糟咗咁樣樣，或者係嗰啲可以擺好耐就有啲積嘅感覺咯，所以俾我嘅感覺都係質量上麻麻地啦，但係咧設計上，我覺得咧一嗱，從前咧好多人就喺啲網度啦嚇，都係話對呢隻嘢好有怨念，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咧怨咩鬼嘢念咩啊 ？EP02有出過 MG 版啦，跟住其後嘅又有出呢個 Robot 雲啦，跟住。又有出過呢個 HGUC 啦，即係呢只。但呢只咧 GP02 嘅 HGUC 咧，佢個頭係好靚仔、好有型嘅，就比較貼近動畫，好有霸氣啦，夠粗碌啦，機械感重啦。嗱，我自己咧對呢啲叫做我認為啦嚇，我咁樣形容嘅，佢哋係脱離咗。高大嗰一個框框嘅感覺，有幾隻我都幾中意嘅，佢啦 ，E28 啦，同埋紅迷惘高達，我覺得佢哋完全唔似高達，但係佢哋又真係，你話佢唔係高達咩？又真係高達嘅，你睇到有影子嘅喎，所以咧呢啲高達我自己就比較重視嘅。HGUC 咧，其實叫做算唔算叫做？補咗呢個 MG 嗰、那個叫做怨念啊，其實唔應該用怨念嚟形容啊。佢唔係冇出啊嘛，佢有出嘅。咁所以呢一個應該叫做怨恨啊，恨佢點解出個 MG， 但係佢又冇一個 MG1.5 啊 version 或者2.0嘅 version， 又或者好似。SEX 高達咧，佢都另外再出多一盒咧，係俾你二揀一。因為從前 S 同埋 EX、S 高達咧，係分開咗之餘，你係唔能夠買一隻去做其中一隻出嚟嘅，你一定要兩隻獨立買，因為佢個背包完全唔同。又或者好似大魔咁嗱，佢咧就叫做我認為咧，應該叫做2022年版本啦，嗰、那個係重新再加啲新嘅 parts 夾舊嘅 parts， 有好多人咧，我認為佢就好無知咁話 version 1.5，係人哋官方咧冇指明冇寫到係 version 1.5嘅，咁但係即係唔重要啊，呢啲唔係話個重點，最重要係佢連更新版都冇，咁你本身。知唔知道 GP02MG 系出得几核突？净系睇到佢个头，根本就系用 CG 造出嚟，又木毒，块面又长。佢最唔掂嘅咧，我个人认为咧，头啦，同埋上手臂、大髀咧就可圈可点，我都觉得佢比较幼啲。可以话系一只。相當唔符合當時或而家市場需要嘅 GP02A 嘅，我哋可以拍埋比較。當然 HGUC 嘅 GP02 係官方所出啦，跟住就係所羅門無換啦，可以兩隻對比啦。雖然冇得比啊，因為一來 size， 二嚟嗰個設定。你 HGUC 冇得呢啲咁打開同埋夾呢樣效果，咁但係咧就咁講，好多拉伸我都照買嘅原因係因為佢真係做得靚啦，佢係冇拉伸，唔係翻版，所以咧呢樣嘢咧係有商榷嘅。有啲咧我個人稱嗰啲叫做正版品啦，有啲玩具嗰啲頻道啊。就走嚟堅持，佢就講到自己堅持唔係一啲冇攞拉伸嘅玩具，
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咧，呢一个想法咧，未必系完全正确。点解咧？因为嗱，凡事就有两面睇，做到呢啲嘢咁样样，一路都冇再谂住再出佢嘅 M G 更新版咧，好多人咧其实。好唔满意啦，包括我当年砌完，到咗今时今日咧，我都系觉得呢只嘢唔掂，所以呢只嘢咧冇乜点样摆过出嚟嘅。而家你见到佢黄咧，系我摆入口里边咧都黄晒，佢完全不思进取，好多人都应该会好想要类似呢一个或者呢一个嘅一比一百，但系冇，咁冇之余咧，又有第三方厂肯冒险去开发嗱。人哋就冇攞你嗰啲什么元件去做嘅，完全系自家设计嘅。但系佢就攞你个设定或者叫做参考又好，或者叫做真系copy 咗你个设定都好啦吓，我唔知道做咗一件人人都想要嘅产品啦吓。咁、其实咧，你帮衬佢都冇坏，点解？不是支持冇版权，而是话你既然有版权嘅都唔做，咁冇版权嘅做而又做得好好啊，嗱论外形啊，咁其实我支持佢无可厚非。试问阁下有乜嘢嘢系未试过用冇用翻版咧？不论你听音乐，你都听过翻版碟噶。好啦，你唔系嗰个年代嘅，打机都会有翻版啦、啊，啲咩 PS 一啊、超人博士啊，好多呢啲就算书都有翻版，你都有用过。点解嗰阵时你会支持，而家你唔去支持咧？即系你要明白，你支持佢唔系真系支持佢老翻，而系支持佢够胆做。就是因为你支持他，从而引起我用病大来讲，其实他很不思进取的，我觉得即是你现在第三方出到这么漂亮，而你一啲都不出，某程度上我即是帮衬了他，希望推动回你们这间公司，麻烦加把劲，你们的东西又不是去到做唔到，點解人哋都肯做而你唔肯做咧？幫襯人哋又令到大公司醒覺咧，都係某程度上一件好事嚟嘅。我啊唔知道大家點睇啦，嗱，純屬個人意見，不喜啊勿插。我自己就唔會話因為有冇版權先至去購買一啲物件啦，因為只要係好嘅咧。我是不会理的，因为我是玩家用家，我不是厂商，所以我是不需要考虑这件事的。嗱，顺带一提，这件造型呢，它做到连大厂都没有做到的拍摄啦。你看到它的引擎，没有一间厂我见到它呢好像它这样做到好像宝品这样的引擎出来呢，这件事是值得一赞的。这下真是你唔买佢唔得啦，但系咧嗱，网上边好多人咧都讲到佢好好啦，尤其是讲佢冇塑胶嗱呢样嘢，我就真系顶你啊！冇塑胶嗱，我呢只有喎，我呢只咧手咧呢、這个位咧系有塑胶嘅，或者而家反光嗱呢一个位反光粒粒地嘅黑咗咧，唔系污糟嚟嘅。是它的塑胶来的，两只手都有的，所以不要说它没有塑胶，不要赞到它那么好，它也有缺点。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很致命的，这个致命缺点呢又是没人说的，你看看有什么不妥、这里为什么一比一百都还有塑胶，不是还有透胶？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是一比一百来的，你竟然同我偷胶，仲要偷喺呢啲位置？你偷里边啊嘛，顶你！你有咩理由偷喺外边噶？即系我唔料你，真系对唔住自己。所以咧，第三方嘅虽然出得好过一件玩具啦，但系咧麻烦评论嗰啲咧中肯少少，
就唔好淨係一面倒講到佢有幾好，佢都有缺點。我淨係見到一個視頻咧，就因為佢嗰啲板件咧未開箱，唔係未開膠袋就已經斷角啊、爛腰啊咁樣咧，得一個話佢差嘅啫，其餘嗰啲咧即係都未去到即係咁，連呢啲咁大嘅問題都唔講，喂你班友仔夾埋做妹啊！好，今次個人記錄到呢度。